我今天的工作就是在场中到处走，然后不停的就是拜托，就是威胁利诱，然后拜托大家帮忙填这个时间轴。那其实现在状况已经跟早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我就是从这边重来一次。不是网络，那可能现在这个网址现在有点问题。但是呢，上面已经有大家填的很多就是资料，然后看一下这个页面好了，就从2012年开始，就是宣言什么时候写的，然后盟点什么时候开始，然后有人注册的居邻 today， 然后救生团什么时候成立，什么时候年会，那中间有非常多的资料资讯都请大就是很多人补进去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各个专案有一些资料的话，就请把它填进去，那希望最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就是居邻 V 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这个面貌。那就先谢谢大家啦，感谢今天贡献的各位，谢谢。好，那下一位我们请 Horse。